街好像在燃烧，
我愿是那小草，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小雨，终日与你相偎，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如果你是那海，我愿是那沙滩，如果你是那真言，我愿是那情动，永远与你缠绵，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甜蜜，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甜蜜。你这查某兵，你啊真正讲一二一二，要袂删你的裤带都流去啊！啊，你是要做啥物兵呢？无安的歹势，我新兵啊，我可袂晓班长歹势。你迄就是唔茫卡迄个带，你有看我下背带？你哪会、欸、班长你下哪会跟我无共？无，迄个带下袂落啊，下袂落。迄做兵啊，无迄个迄个巴肚迄大个啦。哦，你的就是无哈大无哈多，你就下一条。嘿啦，所以下这我唔知要变，唔对啦。你够无意思，唔先同我讲。无简单呢，哦，要有人看到你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嘛听无。唔是啦，啊你唱民歌，我唱几年啊？几十年。哇，对啊，我甲今年是三十年，拄好三十年。刚刚好三十年。刚刚好三十年，嘿。对唔对啊？啊，到唱三十年，加几人啊？啊，你主持主持偌久啊？哦，我嘛是主持三十多年啊。对啊，当官惊死人啊！你是前辈啊？什么前辈？前辈啦。哦，前辈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。我年会比你较侪，卖讲前辈啦。啊，你嘛是。吃上龙胆客为主，声音纠正诸葛亮。比如点几遍啊，讲啊，朱大哥。冷气，冷气，冷气。你那我已经怪过了，无啦，我是讲你反应。即摆是你咧主持啊，我咧。不是，你反应到我，我感觉我都怪过。我这几位啊，够你加冷气啊。我是讲，我是多。哦，我嘛是主持三十多年啊。对啊，当官惊死人啊！你是前辈啊？什么前辈？前辈啦。哦，前辈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。我年会比你较侪，卖讲前辈啦。啊，你嘛是作拜啊？对不对啊？你跟你跟你妹哦。是我。唔，伊我有熟识。就是个。伊啊，就阮这礼拜我十几年前啊，我结婚啊，迄礼拜也结婚，都拢同日啊。哦，啊，因伫别类参加，阮伫别类咧举办啊，迄条条。哦，啊，你离婚应该有对咧离。好啦，小家伙，你这，我白来啊！伊讲这是真正有典故啦。哦，真的。朱大嫂跟阮太太都要是同班同学。对啦。嘿。啊。是啊。你安尼食落哦。哎，无我娶是安尼食袂落，是啥物叫食袂落？恁爸母食落是变安怎？歹势，我想疑问啊，向阳，我袂记得无想着就讲出来。啊，伊讲要创话啊？你讲的还是讲我食袂落？啊，不，我表示讲咱两个真正是关系匪浅呐。对啊，啊伊娶我，我用食；伊用娶我用食。你袂讲用多咧？无啦，我讲唔对呀。啊，
听说以前你有特别照顾那个燕子。哦，小燕子呀，乌啦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次机会跟这个朱大哥合作嘛，嗯，啊，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在拍友台的戏，在台东拍一个叫做《大兵日记》。哦，小燕子我呢，我帮他出席的，啊，结果那次呢，这个朱大哥看到我就，他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拍戏，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你到这个台东去的时候，你要特别照顾我女儿。嗯，哎，一个共一生，我真的觉得说，哇，那种慈父的那种感觉哦，金佳琪，哎，所以我到回来回台东之后，我就非常照顾小燕子啊。你很照顾他，非常照顾他。哎，朱大哥，你要不要问清楚啊？哎，你不要播了。拜托喂，哎，不加了呀，你不要播了。哎，你拜托我给他照顾，哎，伊拢叫我阿叔呢。我大做社会，我唔跳啊。最近那一个出来在唱，是那家庭无现金吗？这是原因之一啦。上主要是讲，因为我拄好今年吼唱民歌，甲咱谈到讲嘛，甲今年拄好30年。好、嗯，啊，我圣公在这个时候呢，做了一张哈、啊，我这个30年的专辑、哦、回顾的一个专辑。哦，哎、欸，啊，你这个那无带去带来弹？有啊，带来弹啦！你这，我知影你弹这未歹听啦。你要听下吧？系啦，好啦，来，来唱一个叫《归人沙城》。归人，但归人哦。你讲。是归人沙尘，归人沙尘，对对对，你看两个怪怪啊，朱大哥，归人沙尘，听好啦，你说说，阿弥回来，归人沙尘来，老师。谢谢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还好。我一直甲看看伊面有出火金星无，有出金无、啊，结果伊是马乌看无。其实你是等于变火金了，无可能伊是你拍啊。这个歌，佮予你唱着安尼来，你来得弹了，佮一张足大张的啊。感谢。